国民党政府过去的执政，把台湾的经济看甲放伫涂骹，把台湾陷入去苦业甲善终，遐尼无公平，予台湾的农民会使讲足艰苦，台湾的劳工无保障，台湾的老人甲所有老人拼互家庭，国家无足好的政策来疼惜照顾所有的老人。各位，这都是过去马政府时代带予今仔日台湾这款的混乱无公平。在这款的情形之下，在场所有乡亲士大，咱也伫这个抗战，搁受到派系影响，伫这个抗战，搁受到乌金会甲咱垄断。各位，安尼咱以后世世代代子孙的艰苦，安尼咱就免怨叹。所以我伫这里准备甲咱所有乡亲士大拜托。在这么重要抗战全台湾都要改变的时阵，拜托咱台中第二选区咱大丰原地区，在改变的过程之中，咱一定嘛同款改变，改变好阿无？我甲乡亲士大甲大家报告，今仔日咱对蔡英文。大家人对期待足悬，讲今仔日咱大台中未来发展、交通的建设、大台中地区未来所有的产业爱提升，大家人对期待足悬。但是各位乡亲，如果咱未予伊足悬的民意，大家人认为讲予蔡英文的选票悬悬悬，予伊改革搁较有力。但是拄只潘明安县长嘛有甲咱乡亲士大报告，安尼事实上是无够，你也无予伊过半的国会，你也袂当国会过半，伊未来做任何的改革，民主国家一定爱国会同意。伫这款的情形之下，逐项拢予伊卡条着。蔡英文所有的改革拢未当成功，所以讲，阮一定爱拜托咱大台中咱的乡亲士大，社稷中积极，影响着咱国会是毋是会当过半？我要拜托咱所有乡亲士大，替咱世世代代子孙来思考，咱伫台中这个所在打破海峡，打破黄金。打破国民党的金钱政治，拜托大家全心全力，和优秀的新世代社稷中动转，拜托大家好阿母。真济人有金钱的包袱，真济人伫这个抗战，犹阁伫遮，我无决定，但是讲乡亲。选前剩最后一百点钟，如果咱也无选择一个价值，选择一个方向，如果马英九甲台湾输甲乌乌国际，马英九的国民党所提名的候选人，咱继续甲支持，共同支持大，安尼这个社会公道是非是伫倒位？各位。如果咱大家人对马政府、马英九对台湾统治台湾，和台湾人今仔日这艰苦，大家解怨叹。唯一，咱手中就是有选票，拜托咱大家透过咱手中的选票，做一个选择，把所有马英九所代表国民党的候选人，赶快，拢爱予伊倒台反省。拢爱予伊堕台检讨，甲台湾人回心底，你讲对啊唔对？所以今仔日选前剩最后的一百点钟，我全部拍到。我感谢咱的罗清德市长，我在录影。甲潘明安县长，大家人伫风雨中赶来
跟咱宏愿，就是要甲乡亲士大拜托，一月十六，存一百点钟，就要决定讲咱台中一个优秀的少年家，无大事家，优秀的少年家，服务咱的所有台中的父老。在这场的选举里面，是不是会当得到大家人的肯定？今仔日，这就是一个一定到最后的抗战，所以我一定要拜托所有的乡亲士大，今仔日的啊，安尼丰富，然后这么多乡亲士大来这，甲山啊、社稷中甲鼓励，可见咱今仔日在场拢是咱的四中强化片。但是要今仔日咱这乡亲士大，安尼要让社稷中动转，还阁无够，我剩无最后一百点钟，一定爱拜托大家，甲你的亲戚、五十朋友，伫这个抗战拼命抢票，讲社稷中陷入去足危险，大家人也阁拼一下，咱绝对会当动转，国会会当过半，这个机会咱唔当放弃，唔当放弃，阁拼，快！